不可以，这样会把感冒传染给你的。看来你很喜欢亲吻这个体验。赖仔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怎么没来照顾你？他就忙着谈恋爱，虽然到现在都还没成功过，但要他来照顾我，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。你以后不用一个人去面对这些，我来陪你。如果在意的话，就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了。会找到的，就把它当作是额外的体验。以后这个习惯由我开始。生日快乐！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把你吃掉？教我观察恋爱，带我体验恋爱。那现在的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等你感冒好了，我再告诉你答案。